兄弟们，我给大家讲个真实的事情，你们千万不要害怕。就是一个人跟我说 CODM 玩多了千万不要开车，因为会发生非常奇怪的事情。他就是那一天 CODM 玩了一整天，玩了将近12个小时，然后去开车，他发现一件事情，车窗外的世界变了，变成使命战场的模样。河马听完之后，我本来是不相信的，但是今天呢，我 CODM 战场模式我也玩了7-8个小时，结果呢，我开车就发生了眼前这一幕。你说邪门不邪门？所以我劝你们 CODM 玩多了千万别开车，不如来看河马视频，并且给河马视频别忘了3连虽然是免费的，但是可以给河马更新的动力。谢谢大家。